我这皮肤还用护吗？再说了，我得谢谢他，本来是应该你背着大米粒跑的吗？ 哎呀，皇上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要是背着大米粒的话，现在还在跑道上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客气了，走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真不要啊？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就是刚才吧，我看见金大美了，哎呀，心情不咋美丽啊。就是你拖地那个事儿，全小区都知道了，你现在有个外号叫赵拖地，祝你平安啊。 现在摆在我面前就两条道，一条安慰一下金大美，另外一条道撒丫子就跑。完了，暴露了，只剩一条道了，安慰他。敲门都得敲三次。走开。 说正词儿，赵刚子，你托我跑道来这拖楼道来了啊？你知道我为了这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吗？我练瑜伽，高温瑜伽、低温瑜伽、空中瑜伽，光海参我就吃了多少根儿啊，全让你耽误了。行行行，咱俩继续努力，明年咱们拿第一名。明年跟今年能一样吗？这可是我们小区第一届趣味运动会。 知道吗？我现在都成趣味了。其实咱们瘸子成绩还可以，第四名说得过去。一共就四组，楼下张大爷、张大妈都跑第三，咱情何以堪？全让你拖地拖的，知不知道？不是大明，你别老这么说行不行？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，当时跑步的时候我为什么就拖了地了？你还没想明白呢？ 哎呦，来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今天让你明白明白怎么拖的地。来，啊，这个当时是这样的吧？咱俩腿是绑一起了，是不是？对对。然后我就跟你说，我说你不要着急，你听我，只要是个口令枪一响，你就听我口令，是不是？我是听你口令跑啊。来，你再听一回，我当时喊的是，啊，预备，左。兄弟们，拖地们，是你拖的吧？街坊邻居们，是他拖地了吧？ 不是，来，我怎么我就拖了？来，我再给你演示一次，我让你不服。来，绑上了，听我口令，是吧？预备，左。哎，拖没拖？不是，大明，你等一会儿，你下的什么口令？左呀。我这是左腿吧？我迈的是左步。对呀。你迈哪条腿？左腿啊。你迈呀。左。 你看，迈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不对，出问题了。怎么不对呀？你迈左腿是没问题的，我不能迈左腿，我得迈右腿才对呀。你喊什么左？那我迈左，我不得喊左吗？你是给你自己的腿喊的呀。对呀，你自己的腿你没事通知他干什么呀？我自己腿通知他，他万一他不知道呢？现在是你的腿知道不知道，我是不知道，我的腿我收到指令了。 那我不管，你说咱俩现在到底是谁腿出的问题？现在不是腿的问题，是嘴的问题。是我喊的毛病吗？嗯，我喊错了吗？你说我就一共就两条腿，我都没喊明白。哎呀，我这太挫败了，还真白吃瑜伽白练了。赖我，挫败。哎呀，大美，你别我都说了赖我。 赖我还不行吗？还在这说赖我，哎呀，赖我就赖我。咋的？大美，那啥？你看，啥呀？这是啥？那啥呀？这是你的奖品。第四名还有奖品呢？刚才组委会通知我了，说第一名违规了，咱们第四名晋为第三名。第一名违规了。 对，用啥违规的呢？不要在意那些细节，来，大美，拿着，这是你的奖品。嗯，我不要。你看你咋还不要呢？我不得假装客气一下啊。明白，这得三番。大美拿着。不要。大美拿着。不要。
金大美同志。好的。拿着奖品回屋美去吧。好的，刚子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看，街坊邻居们看见没？尽在掌控中。嗯。刚子，哎，你走呢？啊，怎么的？太好了，护肤品拿来。你护肤品你不是不要了吗？我现在又要了。你要不行，你要我都给大。大水呀。我都给你嫂子大米粒了。那你跟嫂子说一声，你就拿回来说我用。刚子哥可大的事儿了，关乎到我的人生大事儿。不跟你说了啊，就给你五分钟时间，赶紧的。好像有点失控了。大美。刚子。那个有点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，你说。那个情况有点变化啊，刚才组委会打电话通知我了啊，说是经过复议，第一名没有违规，咱们还是第四名。没违规？是。不，他怎么能没违规呢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现在就是奖品得给人家第一名退回去。不给。大美，你不给不行啊，你不给第一名跟你要，我多尴尬，你多尴尬，咱俩多尴尬。快点，没时间了，大美。我跟你说，赵刚子，你以后没事不要敲我们。看见没，街坊邻居们，尽在掌控中。王小华，咋这么快呢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拿着。好嘞，我走了啊。等会儿。行了，拿去吧。不是你不要了？拿去吧，我不要了。不是你刚才不是说有天大的事儿吗？对呀，刚才我发朋友圈说我跑步得了第一名啊，还有奖品。我朋友说没图没真相，现在好了，有图有真相。这就是大事儿啊？多大的事儿啊？黄小王，我跟你讲，我发现你对大事的定位有瑕疵，他是不分左右，你是不分大小事儿，你俩可真可以，你俩。还有事儿吗？这事儿确定不要了是不？肯定不要了呀。行，没事了。没事还不回家？好好好。行了，出来吧，交物业费了。干什么？地震了这是？不是，你说你这个……别说话啊！我知道你俩要问啥。我告诉你，刚才我可是站在中间啊，不靠这边也不靠这边，我是同时敲的你俩的门，我同时，街坊邻居们，对不对？啊，站在这儿。对，你等会儿，你把手伸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知道你俩要问这种问题。我是谁？我给你俩演一遍。我刚才是这个造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俩闪开，往后退。你这样，我说这样，来，一二三，走。完了，我说黄小花大美出来交物业费，是不是这样？拿钥匙开一下门吧。没带。赵刚子，你把我的门也锁上了。拿钥匙开一下门，明天交吧，不要紧。回来干嘛去？我去给你俩找那个开锁公司开。开锁公司？等开锁公司来，我黄花菜都凉了。你知道我干嘛吗？我早跟你说了，我在看女足亚洲杯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比赛还剩十分钟了，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，这万一因为我没有看球，中国队输了，这责任你负啊？你负得起吗？你拉倒！我告诉你，就今天，就因为我没看球，中国队输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物业费我就不交了，明年的我都不交了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那万一要是中国队赢了呢？赢了我就交，明年的我都交上。中国队必须赢，必须赢！你说赢就赢啊？对呀，咋赢啊？怎么赢啊？中国足球是吧？啊！哎呀，等会儿，中国女足是吧？啊！那物业费交的可能性非常大，肯定交。你说，怎么赢？对呀、啊。怎么赢？现在肯定直播呢，不是？啊！
那肯定是这样。中国女足怎么了？中国女足对，最后十分钟了。那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团队，受过无数的奖，拿过无数的好名次，那是个团结的战斗的集体，铿锵玫瑰，都交物业费。你个物业费，欠的物业费，我就问你咋赢？怎么赢的？现在场上比分，你这是你怎么赢的？怎么赢？这会儿肯定是中国队发起了一轮进攻啊！守门员传给了左后卫啊，左后卫传给了右后卫，右后卫传给了中后卫，中后卫倒给了左中场，左中场倒给了右中场，中场传给了前锋，前锋就开始过人，过一个，过两个，过三个，过四个，过五个，过六个，过七个，过八个，过九个，过十个，全都过了。中国十一个队员就围着对方守门员在那玩球。哎呀，你这防守是太残忍了！射门呢？不行，射之前得问问那个守门员。问啥呀？嘿，交物业费了没有？你怎么回事？你要干啥？哪欺负我了？你掉钱眼里了？不是，你说说你早说，你早说，我们带个手机出来行不行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都交了物费，就你俩没交物业费。你说你怎么不能？你怎么知道我没交物业费？就是，你凭什么说我没交物业费？你小黄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咱就讲个理。你要交的话，大晚上我还能来收吗？你刚才在你锁我们之前，我已经微信转账给你了。就你刚才在这跟我说说交物业费，交物业费，夸我美那点的时候，我已经第一时间微信转给你了。咋都不看手机？哎呀，不是你俩这干啥？你俩交了你就告诉我不就完了吗？你这不逗我玩吗？你这把门还给关上了，这太有理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哈，你看你爱谁呀？赵刚子，就你这智商都已经欠费了，你还来收费呢？你俩就跟俩奇葩呀。谁奇葩？不是，对不起，玫瑰啊，不行，你俩坑死我得了。哎，哦，朱莉叶，哦，这罗密欧太磕碜了。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前，看见你站在车上特别可爱，悄悄地暗恋你一年多了，今天你要敞开胸怀，该你了。你走吧，我妈不同意啊。哎呀，这摄影师都笑场了。行了，儿子，咱们呀到别处拍拍，你看他们这演的多好呀，看看别地儿啊。行，好，你们慢慢练着。我们拍的还不太成熟呢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慢慢拍啊。回头再拍啊。好嘞。哎，你歌唱的不错呀。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歌能唱到这个水平，我天天练呢。哎呀，啊，练呢！哎呀，你知道吗？刚才就是，我都心动了。我刚才，真的假的？嗯呢。小黄妹妹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是唱的小歌，我要是给你唱一首意大利原文的爱情歌曲，我把你唱酥了。哎呦，你信不信？你还真是，哎，啊，我好像忘了点啥呢？晾衣服吗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你说我你不说我也想得起来。钱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完了要把车给我开走。如果你现在开走，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。小黄，你今天非得把衣服晾我车顶上是不是？必须的，必。不行，我帮你行吗？我帮你，你这样晾啊不好干。哎，哎呦，你要早这个态度，我还跟你吵啥了？哎，我给你晾啊。对。哎，这样晾不好干。哎，你看这样多好干。哎，哎呀，这样好。不是，你看这样，哎，干什么呀，秦师傅？这就好干了。不是，你车上那么多土，你给我衣服弄脏了。你还知道脏啊？啊，我这车不也脏了吗？哎，这样，哎，好嘞。拉死磕是吧？谁不会呀，秦师傅？干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小黄，不是这点水不够，不，你打水去。这要是给我洗洗车，那我可太高兴了。打水去。钱顺风，对不起了，我这个水里边有洗衣液，待会儿太阳一晒白花花的。哎呦，这车老花了。好，你给我玩绝的是不是？那你给我钱，我洗车去。你给我钱，你给我钱，你给我钱，我洗衣服去。你给不给钱？给，你给。阿姨，你们就是在吵架。没有。谁干？没有，宝贝儿，没有。街坊邻居们，多么和谐的画面！
一点意外都没有出。导演来电话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是出意外。哎，导演，啊，两个女主持人要去掉一个。不是，导演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让人受伤了？导演，你对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不是很了解，他俩人要不你就都用，要不你就都不用。你要是只用一个的话，那么受伤的就是我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他俩都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一个在洗澡，一个在化妆，我什么也没有准备。我提个建议，你实在不行的话，你把我换掉，好不好？怎么办？我跟你们讲啊，以往这种事出现以后，我就得求他，求完他我再求他，最后弄得我是左右为难，完了我里外不是个人。今天我要做一个人。来，二位请出来。咋了？怎么了？澡还没洗呢，妆还没化完呢。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，现在有一个事儿，就是刚才导演组打电话通知了，说是主持人要下来一个。咋了哥？你被开了？哥，你看，刚才我就是跟你说，你光长得帅没有用，你得有点真本事。现在靠颜值吃饭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没事哥，不行，你给我当助理。我现在问题是，你们俩人里边有一个要当助理。啥意思啊？意思？我就跟你俩实说啊，就是你们两个人里边得有一个人下去，但是这个事儿我不能做决定，你们俩人来自行决定谁下去谁上去。哦，哎，这也没多大事儿，是不是？小事儿，就是刚子哥，你这需要我俩自己决定吗？这个？哎，过去这事儿不都是你处理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以前处理的很好吗？再处理一回呗，咱俩先回屋哈。行，赵刚子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什么玩意儿？回来。咋的啦？表演套路换了？你这要是以前，你不是先决定敲谁的门，然后再压低嗓门，万一要是被对方听见了，然后再见招拆招吗？我不出招，我无招胜有招，让你们寻不着我的招数。啥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必须你们两个人来决定，明白不明白？谁去谁不去，你们俩人自己决定。但是我要给你们提个醒，这个大型的活动有很多女孩都希望当主持人。现在你们两个人就剩三秒钟，自行决定谁去谁不去。三二一，谁去？完了，戏演的有点炸。我不求他俩了，